月3日，日本少女组合 AKB48 的 A 组成员小岛洋菜在香港举行握手会，以庆祝写真集出版和 AKB48 香港专门店一周年纪念。活动上，小岛洋菜全程站立，面带微笑，与上台的粉丝一一握手并有所交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有女粉丝上台，但是男性粉丝参与握手会的比例非常大，看来88年的小岛洋菜很受宅男的追捧。